2023水兔年，水生兔木，生肖猴克兔，运程是好不好？猴子属金，金生水，猴子在水兔年，才华洋溢，走人气运。兔子属木，猴子克兔子，是走正财运。生肖猴遇兔，偷吃水果，以庚暗合，走桃花运。猴子在2023水兔年，人财两得。猴子遇阴水，是暴风雨，土石流，会伤兔之花草，暗示钱财合并或兔子为爱离乡。更多属猴运程，请按订阅。